主料油白菜5颗，猪肉400克，辅料蒜米2颗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热油炒好蒜米，放入猪肉翻炒，加入菜等翻炒，放入菜叶翻炒一会，加入盐和味精就可以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，快出锅时再加菜叶，不容易炒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